我变得不太喜欢我自己了。起因是这样子，我买了个捏捏乐，是一个桃子的形状。那这种捏捏乐有什么玩的呢？就是你捏一捏，拉一拉，揉一揉，对吧？这就是正常人能玩出来的水平。但是我拿到这桃子，然后我就是最后的东西呢，就是一个这个。我知道你们很想知道它的手感如何，老实说啊，我已经厌倦了，这东西足足耽误了我一下午的时间，所以这种东西啊，你们千万不要买，我靠，都搞畸形了。然后我还买了个包子，这个本来也没啥好玩的，对吧？我为什么总是能想出这样的东西？然后我就这样比了一下，拍了一张照片给我远方亲戚的表妹看了一下，这个东西真的很浮夸啊。然后我说你想来摸一下吗？然后后面不知道怎么玩着玩着，后面这个把我昨天晚上的时间也给耽误了。唉，我怎么那么色呀？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玩物丧志，所以今天准备了一把小刀，我们把它屁股拉开，看看它里面是什么的样子。我靠，我还以为是面粉呢，结果是这样的东西。还好没有味道，有点像面糊糊，但是面糊糊不可能那么，有点像奶油哎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们也不要留了吧。回，我靠，还是很吓人的。这个东西洗手的话，是不是会很爽？我好有感觉。所以啊，千万不要买这种捏捏乐的东西啊，很容易玩物丧志的。以我为鉴，记得给我们视频点赞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